厨房沥水用的塑胶篮又发霉了，真恶心。家里的琉璃台总是不够用吗？买了水槽置物架，但是摆放有限，而且又占水槽的空间，不理想。碗盘、筷子、汤匙、蔬菜、水果、菜瓜布，厨房总是有收不完的杂物。有了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，不用换房子，厨房立即加倍变大。有了它，厨房空间三倍利用。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，创新的沥水盘设计，在餐盘架下方贴心的设置了沥水收纳盘，可以收集洗完餐盘或是蔬果的雨水。如此一来，摆放位置不需要再局限于水槽上方了，想放哪就放哪，这就是它改革的好处。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，宽度从最短55公分，可以自由拉长到90公分，置物托盘的高度有37及43公分两种高度选择，绝对可以适用您家的琉璃台。稳固的结构配上全面采用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，绝对安全可靠。全功能的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，可收纳原来3倍厨房的餐具及洗涤工具。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上方置物架，一次可以摆放13个大餐盘、4个小餐盘、10副碗筷餐具及蔬菜水果，任你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都能适用。洗完的蔬果一样可以放入碗架内，沥水直入水盘，不沾湿工作台面。筷子、汤匙有专属的沥水槽，又因采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成，用了卫生又安心。百灵更贴心的设计了菜刀架，可以一次放上多把菜刀，让妈妈在厨房炒菜更方便。还有砧板在清洗后可随手移放，沥水又通风，不易发霉。锅盖、托架更是让妈妈用得得心应手，方便快速。洗碗巾、菜瓜布架不仅沥水快速，一干不生菌、不发臭，真方便。搭配送您多组挂钩，让您可以挂抹布、炒菜铲、大汤瓢。你看，就这么一个架子，帮你解决了多年来厨房收纳的问题，实在真好用。只要3分钟组装，就可以把琉璃台不够放、没地方放、到处滴水的老问题一次解决，真正做到厨房免拥挤、不潮湿的干爽境界。只要是钢材部分，保证安全，采用食品级304不锈钢安全材质，甚至一根螺丝都是不锈钢材质，不易生锈、不易生菌，耐重压、经久耐用，污垢轻松清除的优点。无论您家里的琉璃台形式、大小、深浅，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全都可以灵活调整，摆放位置不再局限水槽上方，想放哪就放哪，这才叫安全卫生。妈妈别再犹豫了，以往你要花钱买碗盘架、菜刀架、锅盖架，现在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一次帮你搞定，省钱又好用，它才是厨房收纳的好工具。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整洁的人，以前买了许多的篮子、架子，摆放在琉璃台上，不仅占空间，而且水呢又滴得到处都是，真的是弄巧成拙。现在有了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，这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的设计耶！不仅可以摆放在任何地方，而且洗过的碗盘、蔬果，它们的水就直接滴在这集水盘内，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又便利耶！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厨房沥水架了。一般啊，标准的琉璃台置物空间根本就不够用，使得我都把东西东挂西挂的，搞得厨房像个垃圾场。现在有了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，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都有地方放了，我的琉璃台空间多了3倍以上，做起菜来更得心应手。所以我说百灵304不锈钢省空间沥水架是厨房的魔术师，真的一点都没有错。